他一个女生在看电视那边，因为她的身材很漂亮，对对对，漂亮一直问，哎没有啊，对，快要看不到的时候就有陷阱了，好，好，这样，好看好看，不错不错，很好玩，不是我被吓到，他都没有，超恐怖，好了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开始了吗？已经开始，是哦，啊你要问我什么？就还蛮好玩的，因为那个鬼画的还蛮精致的。哇，我冒出去，对，好玩吗？哎、真的冒出去冷汗。他刚才吃的饭有没有想要吐出来？我现在吐出都是饭哦。然后后面的鬼看到这样一直是这样子。哇，你们太厉害了。不配，有点成功。比之前的还恐怖吗？比之前还恐怖吗？OK， 请问一下，当摄影师有什么感觉呢？当然，像你后面就有一只鬼了，然后每次都觉得哦，好恐怖哦，就这样，每次要跑来跑去，一下子前，一下子后，一下子那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要跑来跑去，好累，我觉得比鬼还累。请问有什么感觉呢？没什么感觉，还好。你呢？嘴很酸。嘴很酸。嗯。还有，不要再看到人头就一直笑了，很累。请问你有什么感觉？请问你有什么感觉？啊！不要吟叫！嗨！我不能吃东西，不能喝水，好难过。佩林是骚货。好啊，鬼现在都出来走啊！现在鬼在散步啊。Yes。OK。